歡迎大家繼續收睇《世界羽毛球雜誌》。林丹喺職業賽場已經打了超過18年，相信他仲會堅持一段時間嘅。呢位35歲嘅球手經歷了不少高低起跌，今日等他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最光輝的時刻。林丹話好好彩可以在主場贏到2008年的奧運金牌。他話當時壓力真的很大嘅，壓力很大。4年之後的倫敦奧運，他就成功衛冕這塊金牌，成為第一個亦都是目前唯一一個衛冕到奧運羽毛球男單金牌的球手。因為男單的比賽很大競爭，不要說連贏兩屆金牌，就算是連續打兩屆奧運都不容易，所以林丹都覺得這兩面金牌很神奇，打完這屆下屆有可能都參加不上，所以我覺得已經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。但是另外他都很自豪自己可以參加2016年的里約奧運，雖然很遺憾拿不到獎牌，但可以參賽已經很滿足了。很可惜很遺憾最終沒能夠他當然都希望有資格參加東京奧運，但中國有很多好的球員，而每個國家最多都只有兩個名額，所以今年他都要盡全力去打好比賽。去到東京奧運會的門票只有兩張，每個國家只有兩張，所以最多只有兩張，所以我得必须把今年 先做好。其实五次我林丹觉得五次赢到世锦赛冠军都是不可思议的。他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就在2003年，之后只是缺席了2014年的比赛，所以他都很期待今年的世锦赛，希望可以在瑞士拿到好成绩。2006年世锦赛林丹在准决赛和决赛都对国家队队友，所以特别紧张。最后他赢到第一次的世界冠军，令到这次比赛更加有意义。2006年之前已经赢过汤姆斯杯和苏迪曼杯了，不过因为对制赛中国队的实力较高，所以赢这两个团体赛较为容易。而一个人比赛就只要靠自己的能力和技术了。2005年的决赛他击败了陶菲克，一年之后再次打入决赛。林丹说最重要的就是终于可以成为冠军，证明自己是最强的男单球手，不再只是靠着团体赛才赢到世界冠军。这个就是2006年这一届世锦赛对林丹来说最大的意义了。林丹話佢嘅偶像就係米高佐敦啊，細個已經睇過佐敦嘅自傳，當然又喺電視睇佐敦嘅比賽精華啦。林丹覺得佐敦係神級嘅運動員啊，了不起的一個偉大的一個領域的一個運動員，就是我們就算好似佢呢啲唔打籃球嘅運動員，睇咗佐敦嘅比賽都會覺得好興奮嘅。不過因為佐敦已經退咗休好耐啦，佢而家嘅榜樣就係網球手費達拿。林丹讚費達拿作為老將仲可以維持到咁高嘅水平，係其他年紀大嘅運動員要學習嘅榜樣。值得我們這個年齡比較大的運動員學習。他仲話以前行街咧，淨會要買嘢俾自己或者係買俾太太。而家咧就主要睇下有冇啲咩小朋友嘅用品啊。有時會特別掛住屋企人，尤其是咧就係個仔啦。佢話每一日咧都會用視像電話咧同個仔傾偈嘅。基本上每天都會打那個視頻電話，會想看看他。其实我觉得林丹都明白自己的年纪大过很多其他的球手，不少人都看他的比赛长大，甚至模仿他的打法。当这些球手加入了国家队，见到林丹还在练球和比赛，都会觉得他很犀利。能做到这样也挺了不起的，因为在我的年龄，其实跟林丹差不多年纪的球员3-4年前都已经做了教练，又或者是退了役不打球了，所以相信不少年轻球手都会佩服他还打紧，还追逐紧梦想。林丹更加希望他的坚持对外国的球手都有鼓励作用，因为他最想的就是可以影响到世界各地的年轻羽毛球手，希望他们明白不放弃梦想就可以成为赢家。想成为冠军的梦想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努力去坚持。对，林丹希望大家不要只是想着他赢过多少个锦标和多少个金牌，他最想大家记住的反而是2018年的球季。
雖然全年嘅成績咧都係麻麻地，但係佢自己冇放棄過。佢覺得呢一種堅持，比起贏冠軍咧更加有意義。努力去實現自己的一些目標，我覺得其實這個有時候比拿冠軍的意義可能還更大。喺啱啱過去嘅七月咧，連續舉行咗四站巡迴賽，由超級300至到超級1000嘅賽事都有，相信球迷咧都大飽眼福啦。咁多場嘅比賽，要揀金球咧，其實唔容易嘅。不過我哋咧都為球迷送上咗五球靚波嘅，我哋一齊睇睇。第五位係泰國公開賽嘅女單決賽。中國的陳宇菲對泰國的拉查洛，第四位泰國公開賽男單決賽，中華台北的周天成對香港的伍家朗。第三位，日本公开赛男单八强，日本的桃田贤斗对印尼的坚庭。第二位印尼公开赛男双八强赛事，日本的道边勇大同远藤大由对印尼的莫哈文亚新同亨德拉。第一位，日本公开赛男双四强，印尼的基迪安和苏卡莫祖对中国的李俊慧和刘雨辰。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，下一集我們就會跟大家介紹2019年的世界錦標賽，跟大家熱下身的。還會有2019年殘疾人羽毛球世錦賽大熱泰國球手普涵的專訪，記住留意了，下星期再見，拜拜。